我是张振兴，来自班达勒密霹雳州。我来这里住了3个月。平时做义工，帮助有需要的人，比如说一些老人呢，他们不方便呢，我就帮助他们，泡咖啡给他们喝，帮他们洗衣服。这里住，这里环境很好，是因为老人院，是我们这个年龄来这里养老，住得习惯。这里的风景很好啊。空气好，晚上能够睡得着，白天吃得下。早上我们7点起身，然后做一些家庭务啊，打扫啊，洗刷啊，冲凉房啊，这样子要吃早餐，然后做工到12点。我们12点吃了饭就休息，到下午2点起身。我在这里负责养猪养鸭。还有打扫一下，帮助一些老人，他们有需要的帮助他们。Country road, shaky road.